没有，不是你们的问题啦，是写歌人的问题，写太低了。最后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不让你们猜，因为你们一定猜不到。也许我叫猜不到吧？啊，真的应该猜不到啊！猜不到，真的猜不到。五个字吗？五个字，第一个字，最后一个字是你。我你快点，中间三个字是什么？我你你我我啊，对了，这同学可以上台下吗？答对的人可以上台，答对的人可以上台。我手上，因为我刚刚有戴的这个手环送给你，哇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要上，我直接丢下去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上来不上来？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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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冷，台上很冷，太远了，对。接要接好，接的。哎，我套那个。你这样好像去夜市在套圈圈哦。是，接好。你过来啊！你过来了，你过来了。啊，谢谢。你干嘛？要不要握手？哎，都没握手，没礼貌。哎，还莲花子，哎，他还莲花子，谢谢啊！天哪，我该不会给错人吧？对你给错人哦。你这样的意思是？是天哪，这还好。好，我只是在问你送给金门的朋友们，会唱吗？会哦。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原来我是梦依然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心意。哇塞，哦，你们好可爱，我以为你要过来握手。哎，不是，原来你是在挡他们的。啊，我是平凡的日子。突然有点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仍然为什么依然过着平凡的日子？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？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现场所有朋友一起来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这边要唱大声一点哦，麦克风来了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生命的力量也不
是要失去你。老师，我们再一次金门大合唱，这一首歌大家一定会，好不好？音乐帮我关一下，谢谢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动。哇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太棒了！哎，丽姐，你不是说你不出现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抽又出现了，抱歉了。你有点，你可以进去一点点，就不会让你出现。让我坐这里好了，好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你这样子直接，直接，是是是是，哦，我没有出现哦，你们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是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先不管丽姐了。OK， 最后一首歌。不要这样子，哦，人生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刻。啊，什么？你们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哎，我们你干嘛一直哎？你不是走气质型的吗？哎，我刚好在听，我跟你说。是 ，OK， 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忘记。你刚才就是说人生总有一对结束结束的时刻。对对，你知道。刚刚一丽姐有说，就是今天重感冒啊，不然你们还想怎么样吗？真的，除非董事长出现。对啊，董事长出现吗？除非校长请我去教课啊。校长，待会会校长，我待会会打电话给校长。好，没问题。是，那这首歌叫做